就会得到密码。哎呦喂！你大爷，你大爷！我在这想，我在这卡关，我在这想问题呢。完了，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完了，我死了呀！兄弟们，我操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是没想到，我刚才在这面对面。你好啊，兄弟。你放不过我好吗？你怎么放过我呀，兄弟们？点赞好，胡尔大啊！咱们这次来玩轻轨啊，因为我看上期这个点赞数也差不多够了啊，所以说咱们来继续更新啊。那么先纠正一下错误啊，咱们玩这个版本啊，它不是 5.02 版本，它是 5.2 版本啊。这个上期有人指正错误了，我也是记错了啊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继续吧。来呀，宝贝儿，哎，老环节，我已经知道怎么溜你了，不就是老版本吗？也没啥的，就在这儿给你溜，就在这儿给你笑开怀，要海嘴，锲而不舍呗，就，赶着给我搞励志呢。我靠，你还真的挺牛，我再继续给你溜，没了吧？哼，赶紧存档啊！其实该溜呢，咱们还是会溜，不是老版本啊，确实和我想的很多不一样啊，带来一些许的惊喜 ，surprise， 176，啊，这边密码好像也不一样了，这个纸条，对，它长这样啊，我们想一下啊。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嘛，这次他我们要找两个纸条，我去找找，他怎么就给俩密码呀、啊？不是四位吗？这上面有根线，有根线，不会这边有什么东西吧？去隔壁这两个屋子看看。啦啦啦啦啦，得到了油，存个档，要随时存档，养成好习惯。这门锁了，一楼咱都去过了吧？啊，这儿没来过。我的大爷！真好真好，啊！你为什么出现的频率这么高啊？没事，我已经快麻木了，就是我的固定路线。疯狂六啊，结束了，直接跑三楼来了。我觉得这一代的柜子就没啥用，好吧？这柜子我真没时间躲。哦，这里这是什么屋子啊？这是三楼，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屋子？我看看，有没有调查一点什么小秘密、什么小惊喜啊？这是我没有见过的屋子。哎，捉狼！Fuck， 捉狼！你太吓人了，你比轻轨还吓人啊！他说昨天刚跟我说话了，说 You are right， 你没事了。啊耶耶耶，我没事。啊，那你是不是也见到那个轻轨了呢？那个大怪物。是的，是的。真的是很难相信呢、啊，有这样的一个生物存在着。毕竟什么都会存在嘛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迫于窘境。我们需要帮助，看来起来是的，我们遇到了困难。那让我们去分开去找一找吧，我去一楼找一找啊。这里的剧情和这个 6.23 版本是一样的，幸运吧，祝你好运。走到现在去一楼了，我们就不要去一楼了吧。这个去啊，我们使用了去阁楼的这个钥匙。啊，这里原来没来过。哇，这个屋子这么突兀，一个红沙发，这不是一个
很怪，好吧，很灵异，就感觉坐上去就会死一样。你们听过那个什么红色沙发的传说，沙发复活杀人案，有一个那个恐怖电影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吧？啊，这里应该需要一个那个螺丝刀，我没有螺丝刀啊。这里，刚才我每次一来这儿，轻轨就来，你不会还来吧？没完了。哇，哎，这里可以搜，天哪！我们得到打火机，有了打火机，有了油，我不管啊，咱们先给它先上。啊，上完之后赶紧存档。干，这个地方啥都没有啊！走了，拜拜。Lighter。啊，我们可以用打火机烧这个备忘录密码纸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啊，这么回事啊？那知道密码了呀，兄弟们。我看看，那就是，我打开了。啊，得到了一个房间的钥匙，我们就一个屋子是锁着的啊，那直接就去那个屋子就完事儿了，二楼那个屋子吧，就我一出门往上一走，然后右拐，对吧？哎，就这儿呀，美香，你跑这儿来了，美香，嘿嘿嘿，你这个换位置了啊，叶老师，所以你是安全的，美香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指的不就是五吗？啊 ，Well， 好吧，那我们分散了呢。我看看啊，那你就跟着我吧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我刚刚跑到这里头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所以说这剧情也是和6.2版本是一样的啊。明明6.2版本是最新版本、最晚的版本啊，这个才是老版本啊。我感觉自己每次一提到那个6.2版本的时候，都感觉是讲他是老版本似的，怪怪的感觉。这里好像有个暗房，我天啊！看看啊，这是柜子，哈。啊！结果我过来就只有美香这一个人在这杵着，然后我也没得到新道具，干啥玩意儿啊？不对吧？呀，那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啥了呀。我现在兜里就剩一个打火机和一个碎片了。下来看看，随便转转，随便转转可能能遇到，我就知道，晦气死了呀！哎呀，在这跟我走，还给我走捷径啊！啊，觉得我绕不过你是吧？哎，我操，我死了啊！在这儿，我们去左边看看吧。右边，哎，我操！我刚想说右边有轻轨，左边也有我。我人傻了，不用，不要这样。这一带什么情况？这一带这那鬼出来也太频繁了吧？啊！我可以躲柜子。好，这次可以光明正大躲柜子了。我都以为这一单没有躲柜子的这个机制了呢。哦，他走了，太棒了，牛的。好家伙！啊，这上面有东西，怎么写着？在这个图片上。我操，这是个解谜吗，兄弟们？然后小的在底下，高的在顶。这是讲的什么谜题呢？哦，哈哈哈哈，哦，我这还在这猜呢。干，就是玩这个解谜嘛，这咋玩嘛？不对，哎，我退出来啊！喂，我的妈呀！你为啥？哎，我错了，你就来惩罚我是吧？别，哎，有话好好说，哎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哎，有话好好说，哎，别，你能不能追我就不要绕，不要跟我绕，我，哎，你别绕啊，我想出去那个门儿，
行了行了，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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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，结束了，我们再回去啊。嗯，那我们这里已经知道了啊，这 T H E F M F 它们代表其实是手指头啊。然后这个谜题问的是哪个最长，哪个最短？最长的手指头那肯定是中指，就是 middle finger 啊 ，M F 啊。英文版的它这个英文解谜是这样子啊，烦死我了。然后大拇指是这个 TH 啊，OK 结束了啊 ，pass 了，这又是个啥呀？我要不要截图啊？我们哪有需要用密码啊？哦，不会是那个二楼画框那样吧？这是个密码，这里吧。啊，果然。但是这个密码我用在哪儿啊？我也没看到哪里需要密码那个开门啊。截个图到桌面。好，我们截完图了，然后再把这个密码给拿回来。拿回来之后我们再看能不能烧一下它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用打火机能烧地图啊？地图也能烧？地图在我包里一直没有用呢，烧。哦，烧出了个密道出来，我再烧。啊，这回没用了。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直接用东西刮。啊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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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门把手缺了，我打不开。哦，干。我们还需要螺丝刀，螺丝刀需要去阁楼把那个门把手给卸下来，但是我没有螺丝刀啊。啊，这里好像有划痕。哦，这里可以打开。哦，这里有螺丝刀。哎呀，原来在这儿啊，哈哈。他这个版本有没有别管呢？我感觉好像没有别管，因为早期版本的话应该没做这么多东西吧。哦，拿到了门把手，太牛皮了，牛把手。兄弟们走，去一楼，吼！你在这里，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，这地下室？啊！他为什么在我后面？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啊！所以说这里要输密码，我还说我现看密码呢，完了完了。我不记得密码呀，我没看啊。我想说遇到门，我再去看那个密码。算了，随便输吧。啊，对，我截图了呀！哎呀，截个图到桌面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八、一、二、八、四啊，密码是一、二、八、四。这密码是个算盘啊。我进来了。哎呦，你还追着怎么？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！你怎么还在追啊？哇，这屋子怎么是这样子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我决定啊，我决定，咱们机智的跟他反绕一波，好吧？回来，哎，还追是吧？行，没事，继续老路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如此啊。